鸵鸟和鹰。哇，那只鸟好大的本领呀！是啊，它总是飞得那么高。那是谁呀？飞得那么高？那是鹰。绝对不会是鹰。为什么你那么肯定？因为去年我亲眼看它连飞也不会飞，飞一段就跌跌撞撞的，真把人给笑死了。哈哈哈，那你就错了。你怎么能用去年的眼光看现在的事情呢？你自己没学会飞，可是鹰却成为鸟类中最善于飞翔的一个了。呵呵，怎么可能呢？真是瞎说。喂，你现在知道了吧？是呀，还真的不能用老眼光来看人呀。这就对了，不要用过去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人，大家都是在不断的进步的。